国一带你去旅行，这次站澳门五大必做的事。到澳门一定要拜访东望洋灯塔、大三巴牌坊，到澳门旅游塔看高空弹跳、吃葡式蛋挞，还有逛澳门屈臣氏累积点数。粤语我要雷点怎么说？我有攒分，我有攒分，还 OK 吧？下一回有语言总复习，还有隐藏版，不要错过哦。